多少平的高低屋？150平啊，正好150，正好150平。关注鬼头，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大石桥市。那么在我身后呢，有个小区叫福景家园。有一位老大哥呀，通过视频找到了我，说他家呢在大石桥市啊，这个小区有个房子要出售，对吧，大哥？对对对。哎，咱们呢跟大哥进去看看他家什么户型，装修什么样，最主要的是看看他要多少钱。咱们来走访一下这里的真实房价，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这小区多年了？都好几年了。十好几年了。十六七年吧。十六七年有呢。啊，十六七年有。但是十地理位置还挺好。这块附近都有啥呀？离哪近呢？离最主要是什么呢？有个蔬菜批发市场，有一个上高中，有一个中心小学。中心小学啊。嗯，中心小学、小学、中学、蔬菜批发市场，就是市场啊，市场啊，完了有一个最主要是最和谐广场啊，就这个房价就低了，前面有个和谐广场，小区还行，看着啊，行，嗯，走吧，大哥，你有多远？几楼？几楼？四楼。现在没搁这住，大哥。没事，你不用那什么，你不用脱衣。哎，挺亮堂啊，这大窗户，这大玻璃真挺亮堂的。最主要是前面隔一块多少平啊，大哥？这屋150平啊，正好150，正好150平。你这装修几年了？装修三年吧。装修三年呀，这是厨房呀，这冰箱啥意思啊？搁这放味儿呢？没用啊，冰箱一直没用，没用啊，惯着。你的意思就是那什么呗，啥都不要了呗？啥都不要。地板挺好。呀，这小屋，这是一个卧室。这应该是次卧，但是这小榻榻米真亮呢啊，挺舒服的，大窗多宽呢。啊，哟，这是主卧了。哎，搁这看出去更敞亮啊，这块现在有树叶挡着，没有树叶挡着，可好了，很好了。这个是什么公园？这是和谐广场。和谐广场，大石桥最大的和谐广场啊！大石桥最大的广场了，最大广场，最大广场。哎呀，两百多间呢，反正平方多大呀？150，正好150。那个，这个卧室。哎呀，这个洗手间行啊，这洗手间真亮堂啊，够用啊。这家真用心了，装修啊，洗衣机啥都不要了呗？都不要，啥都不要。实木家具，实木三山的，这品牌啊，三山倒是挺贵啊。我说我这套家具，这是次卧，这套柜儿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柜儿，五个门，花10多万的。就是三山品牌，这还是一个洗手间啊，洗手间打开的等着你啊，两个洗手间，两个洗手间，两位啊，咱是两位呗，三个卧室，这大厅够大，大厅真够大哈、啊嗯、这个大厅真够大、嗯、这厅得有35-36平啊，这个树叶
要地要是冬天，那地泥不全得晾下来。嗯，这个前面整个这个前面的都是硅藻泥吗？那全硅藻泥。啊，就是屋里所有的墙面跟棚面吗？棚面不是？不是，棚面不是。所有的墙面啊，所有的前面都是硅藻泥。硅藻泥。那啊，你这装修花钱了。山上的雕刻门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我说的呢。房本上就是150平呗。149.02。啊，149.2，那就是149。完了，实际面积要做阳台的一平，也就是150，正好150。就一口价啊，嗯，你就是看看你少多少钱，就90万。我楼下因为卖80万，他两家全卖80万啊，卖了。他多少平啊？就跟我这样，但是他装修没有着啊，他装修比我少花10万，所以说基本我就这价 啊。但是那是道还没修呢，那是道还没修呢啊，6000块钱，6000块钱一平。6000块钱。好了，咱们这期大石桥探访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